大概在去年啊，嘉伟到日本去试驾米其林的 AXX， 那个时候我觉得它的外形有大家爱的鲨鱼头，有很好的主被动安全，甚至在油耗表现上也很出色，以及它会是日本原装进口。那个时候我试驾完之后呢，我觉得它在台湾卖的成绩应该会不错。结果来到台湾发表会之后，我看了它的价钱，它的价钱有两个，2.0和1.8。一个是 122.8 万，一个是 112.8 万。虽然它是进口身份，可是我觉得它的价钱真的太贵了。也因为如此，这台被大家所遗忘的好车变成了稀有车，一直到今天它的市占率都起不来。我们今天的新车试驾介绍的是我们之前没有试驾过的 1.8， 之前试驾是 2.0 四人传动， 1.8 是两人传动的。我希望原厂在看到这支影片之后呢，也许做一些销售策略上的改变，我相信这台车的销售情况会更好。我们今天当作来改造一下米其林 ASX 这台车，在外观上它有大家喜欢的鲨鱼头，可是我觉得它前叶子板下方，甚至包括车侧的浪板，还有车尾在后保杆的附近，黑色防刮面积太大了。这种车它的诉求不是马力，也不是诉求 off road， 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面积的防刮处理？这并不是台湾消费者购车在外观上呢希望看到的东西。头灯的配置并没有 HID， 不过它有鱼眼头灯。我觉得 HID 原厂可以考虑让它变成标准配备，甚至包括 AFS。那在车侧的部分，轮圈不管是 1.8 或 2.0 都是16寸的。比较重要的重点，我相信也是有部分消费者很喜欢的一个卖点，就是它有一个全景天窗。它不可开启，可是这个全景天窗它可以创造出在车室内非常宽广的驾驭还有乘坐的品质。车侧有一条非常明显的一个线条，整个车身的长度跟 Outlander 比起来短大概40公分，可是它车辆的轴距和 Outlander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昨天才试驾 Infiniti EX， 今天试驾 ASX。其实这两台车并不是竞争对手，但是我们来比较它的空间机能。今天试驾的车款空间机能表现甚至胜过昨天的 Infiniti EX。虽然它没有电动倾倒和归位的后椅背，可是它的便利性还有就是它的归位方式还是算是非常轻松的。在倾倒之后，虽然地板的平整性有一个高低的落差，可是它的空间表现非常出色。在乘坐空间的部分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 ,1.8 并没有皮椅，它是绒布椅的。不过这个绒布椅反而是我喜欢的。驾驶座并没有电动调整。后面的乘坐品质，在膝部空间有一个拳头有两个指头。头部空间因为全景天窗的关系，你会有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视觉效果。头部空间的表现是一个拳头。后座椅背的角度可以做小幅度的调整。它的椅垫，整个椅垫的长度还是稍显有点不足，所以它的大腿支撑表现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因为它的椅背可以做一点角度的调整，所以坐在后座呢，舒适性表现还不错。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后方没有冷气出风口。不管是 1.8 或 2.0， 它都是直列四缸的引擎。这一具可变气门的 Mavic 引擎，它的最大马力是140匹，在6000转可以产生。扭力的表现是18公斤米整，在4200转可以产生。 1.8 和 2.0 搭配的变速箱都一样，都是模拟六速的 CVT 手自排变速箱。悬吊系统也都相同，前麦花臣后多连杆。轮胎的尺寸是 215-65R16。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就是它的牌照和燃料税差了一级，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油耗表现，在 1.8 的部分它的平均油耗
可以达到 12.5 公里，在 2.0 部分达到是 11.2 公里。在内装的主动安全部分，循迹系统、三合一的刹车都是标准配备，被动安全七具气囊包括了膝部的气囊，所以它的主被动安全，不管是你看得到的数据，或者是它实际参加的撞击测试，不管在欧洲或在美国，它的撞击测试出来的成绩都非常好，这个是这台车最大的卖点。在整个中控台听子造型上面少了一个萤幕，空调系统是单区的恒温空调，后方没有冷气出风口。变速箱搭配是模拟六速的 CVT 变速箱，不管是方向盘后方或者是排挡杆都有手势牌的功能。方向盘后方的换挡拨片比较特别，通常我们的换挡拨片你在转方向盘的时候它是跟着方向盘转的，可是在 AXS 上面它是固定在方向机柱上的。仪表板双元色设计，中间的资讯幕是彩色的，这个是在 Outlander 改款之后呢，和它的彩色显示方式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显示平均油耗和瞬间油耗，还有基本的旅程资讯。方向盘上面的按键，左边是定速装置，右边是音响的快播键。大灯和雨刷都有自动启闭的功能，两张座椅都是手动调整的，都没有电动装置，而且也没有皮椅。以100多万的车价来说，这个是消费者会比较在意的地方啊。我买百万名车，我居然还没有电动椅，皮椅没有就算了，电动椅都没有，这个是 ASX 在内装上，我觉得是需要进步的地方。最近日元一直不断的贬值，再加上这台车目前在台湾的市占率其实很低，我觉得原厂不妨趁这个时候呢，做一点销售上策略的调整。我们来一一检视它的配备。首先在外观的部分，我刚刚讲 HID， 甚至你的防刮材质面积不要这么大。第二个部分，轮圈最好升级到17寸，保留全景天窗。再加上后方的便利性的空间呢，依旧是保留。在内装的部分，七具气囊、循迹系统、三合一的刹车，当然也是要保留。另外，我觉得在心理层面上，当消费者可以满足的话，最好是连电动椅都有。T 字造型上面最好能够多个萤幕。原厂可以同步引进 Rallya 针对这台车的一些套件，不管是悬吊组、刹车组，或者是空力套件。接着最后当然就是车价，如果车价能够降低，我不敢说降到80万，因为降到80万你会打到你的国产车型。如果能够稍微降到100万以内，我相信这台车的市占率、马路上的能见度会提高很多。接着我们来讲它的试驾心得。我昨天在试驾 Infiniti 的时候，我讲过，我现在的开车需求就是安全、组装品质，不要开起来哩哩啦啦，以及它的节能表现。这三个部分呢，这台车都做到。不过它有一个门槛，就是售价我跨不过去。可是它的整个操控性能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动力辅助的方向盘；第二个部分 ，CVT 变速箱；第三个，前置引擎前轮驱动的特性，非常的轻快。你在踩踏油门的时候呢，在市区驾驶，它确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很轻快的，可以达到你要的速度，加上很优良的一个组装品质，前置引擎前轮驱动转向不足的特性还蛮明显的。其实 ASX 这些表现啊，我觉得都符合消费者要的需求，就差在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些配备如果能够升级，以及车价能够降低。我相信这台车非常适合在都会生活的你我做代步的使用，不管你载了七小，它的安全性表现也很好，或者是你每天上下班通勤，它的油耗表现也非常的出色，而且它的组装品质呢，面对台北市非常烂的一些路面，它的坑洞处理和抑制表现也都非常好。还是那句话，就是差在价钱。我希望原厂能够针对这个部分呢做一点修正，我相信这台车的销情况会非常好。